世人总说人妖殊途，再见到他，我才知道，怕妖的人比妖更可怕。
很久以前，我与金蝉子还是同门。他是个认真的人，看不得灵山从来祥光瑞霭，山下却遭着苦困天灾。他说，凡诸众生皆有慧根，何以只有你我高高在上，其他人就只配磕头烧香？ 我说，因为他们不如你我。后来，他犯了大错，重入轮回，又收了几个徒弟，可结果如何？徒弟死的死，逃的逃，连他自己也躲了起来。要我说，这些去取经的，都是废物。 信什么狗屁如来？不如我自己来。既见未来，为何不拜？
你这笨货，也被那老贼抓到了！这大包比以前邪门多了，竟养出了此等厉害妖物。顾某老贼借了大师兄的道行，把这破袋子又缝补了一番。你先上，先杀出去再说。 好。
Thank you.
放下手里的屠刀，放下心中的偶像吗？你不知天恩，从一地狱。
谈，便由我来助你吧。
请生为女儿。
Ooh.
与君主外在有如何用，请你既定破颜高明。
Excellent. Yeah.
天命人算什么？如今此爱，快结束，无爱无苦，
天命天道，最后也一样，他打死。
life again! Yeah.
早先拐了我的宝贝下界，又借大圣之力把我的后天丹儿变成了销魂夺魄的邪宝，还化作我模样，假我之名诓来了许多旧仇，一心逞能报复。哎，大毒品，我早该猜到是你。<笑>恕罪恕罪。哼，<笑>管你一次我信，管你两次，猪都不信。<笑> 我也不信，谁知这孽畜胆子这么大。我本要亲自收他，不料两位施主先到，不能。你自是福大命大，而他年纪轻轻竟如此了得。这回或许
没看错人，莫讲这些不帮衬的话。你那黄眉小儿世俗淹死是小，大师兄的东西若是丢了，再找寻起来就难了。你那九齿钉耙，且借我用用。 师兄此番下界，倒是去了好久。
说人话。这回我又赢了金蝉子。祸乱人心，道果为因。师兄如此执着输赢，可笑可悲。若不能赢，还仗什么因果人心？之后不过自封齐天，那四庆童儿却敢自立宗庙，自封世尊。亏得你佛心坚忍，勇猛无惧，竟抵住了他的引诱。那些个星君魔将、高僧大能，一个个乱了性情，坏了道心，真是因为放不下心中的偶像。你一路迎霜冒雪，可曾嗅到世人痴心破灭的味道？雪山大士舍全身求半季，故能正成佛果，不似这般怎能当得鼻祖？天生圣人若不敬天，孤高自傲，任意妄为，那又何来四海升平，三界清净？没人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。一纸经书令，父子反目成仇。他誓不与妖为伍，愤而离家，再也没回去过。如今因旧怨落困牢狱，才又念起故乡。可没了故人，又哪儿有故乡？北方有个真武，号荡魔天尊，昔年奉玉帝敕旨，剑发天下妖邪，龟蛇二将乃其左右侍从。可惜如今龟蛇不再能合行，真武徒胜虚名。
西天拜佛山高路险，除了几位徒弟，还有六丁六甲、五方揭谛、四只公曹，一十八位护教伽蓝保守唐僧左右，他们各有神通，你若见到亦可多加来往。哥呀，这么好的差事交了我们，你真是大造化！大个屁！这一路挑担磨肩，骨头都累折了。你这快些走吧，休要误了我吃酒。我闻到那药婆有些个怪癖，八节四十都要进补，每次进补必要成亲。有次夫人来此贺喜，挑了面宝镜做礼，名为。赵古镜，且慢。赵古镜，我记得夫人时常念叨，言语间好生可掬来。哎，你听我说完后话。哎，那妖婆拿镜子一照，就失了神，转身就把镜子扔了。夫人因此生了闷气，便不再亲自动手了。桃姑可没完。老子一路上轿都睡麻了。谁在里面？我好大胆，不认得和你也敢动。在哪里都没个亲戚。哪里来的女菩萨？快下来说话。这就走了？还羞什么呀？